扑通，有人丢水沟。半夜骂我们没水准，镇定的时候没有被敲门。他原本好像就有隔音，然后我有再花钱做隔音，而且那个门很贵，丁特同款哦。可是我其实如果让我选的话，我没有很想要装这个门，因为这个门就没办法挖那个猫洞。不是说隔音门不能挖，是隔音门你挖了那个洞之后，那你就干脆不要买隔音门，就你们懂吗？所以我就觉得很烦，我心里很纠结这件事情欸。所以我想要他们可以进来就进来啊，想要出去就出去。我的主卧就不是用隔音门，因为我真的受不了他们没办法进来主卧。我就主卧的门我是用普通比较厚的那种门，然后有挖一个猫洞这样。视讯不能那么大，哪有多大啦？叫什么？哎，有吧？这里搞定啦！我可以去上个班，不是上个班，上个厕所，讲错了。哦，逍遥哦，这个时间躲不了逍遥，那也没办法。逍遥即新阳，夏目优希50分，迷路的小，哎，不是，我还没去厕所啊！不是，我还没去厕所啊！先去回来刚好落妆，那我可以先去厕所吗？好，我去一下厕所，马上回来啊。还满心期待的回来看一下，可不可以再讲个几句话？哎，没想到还被 OT。真没想到，主播作为百拜预备礼，我想送您百拜动图，要怎么给你呢？你已经帮我做好了吗？不是，我还没到啊，你怎么就做好了呢？不是还没到吗？好啦，我们今天8月19号 Round 26正式宣告失败，总战绩0-99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铁麦，你到底订阅了没啊？还没的话，赶快按下订阅的键，而且我们现在还可以加入频道会员咯。频道会员可以干嘛呢？好像也不能干嘛，可是可以很直接的支持我哦。赶快加入，赞赞。八月应该是你最不忙的时候吗？没有啊，下班其实超忙的耶。欸，不得不说下班其实超忙的，你整个时间就会长得很奇怪。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开，然后下班了，然后你结束了之后也不是就没事啦，就是你要做任何其他你该在白天做完的事情，然后有一些比如说银行或者是干嘛什么，就是要在白天做完的事情，然后工作也会在白天，所以你就会在白天的时候结束。你可能要提早起来开台，或者是要晚上工作结束的时候回家再开台，然后工作结束回家的时候再开台，你就还是有一些工商的游戏要玩，然后玩完了之后又不知道几点，然后12个小时 CD 又到，那现在到底是要睡还是不睡？不睡你就是撑到那个时间，然后开完台，然后开完台去睡觉，可是那样子你又会错过白天可以做的事情的时间了。反正不是你们想象中时间到就来开台这么简单，就不是这样，至少以我啦，以我的状况来说不是这样。不过我今天有一件事情想要先做一下，就是我今天想要先抽一下那个大家去拍那个公车的照片，要抽一台 PS5 吗？大家还记得这件事情吗？应该还记得吧。上次有观众提议我一个很有趣的抽法，就是要两个灯，跟快打一样。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我们这个转盘转出来，然后因为有的人会有三格在这边，然后如果你有转到两个灯的话，你直接拿走，就我们不要只转一次。准备好了吗，各位？来，请出发。要两个灯哦，第一个不知道是谁。PK6900 警察咯， PK6900 先一个灯。哎，哦，干，我以为 PK 要送了，我以为 PK 要送了，也太帅了吧，好扯，差一点点。哦，好紧张哦。其实这个好像莫名的紧张哎，因为
为真的会不知道转到先转到谁。一停一个灯。阿龙是不是两灯啊？是不是两？哎，差都差一点点，一停差一点点。现在 PS5 好买吗？还是我们再转一台出来？干，不是，欸，都已经弄了公车了，还是我们再转一台出来？那我们再转一台好了，不然大家都那么辛苦，再转一台。组委加码，要参加的觉得这个题很不错的，七七七七七。那再来，如果阿龙再转到这，没有办法了哟。割草卖我。其实三格的很强，好不好？爸妈呀，我们的下班四天王又要来角逐新的一台 PS5 了吗？其实蛮快就会有结果了，哎，又要搞心态哦。对啊，现在又要搞心态。金华四天王，哎，这个四天王是不是很强啊？哦，而且四天王很多都是很多格的，还是怎么样的？是不是？四天王怎么那么强啊？哦，是谁？是谁？是谁？爸呀！干，好屌哦！四天王真的好屌哦！赞啦，四天王，这没办法，我都已经转第二台了，没办法了，是吧？聊天室各位商量一下，今天血条给四天王一个面子，我们处理。完我们就开打，哇！看不到为什么很二，哎，很二很帅，哎。不好意思，我知道摆在大家很兴奋，不过麻烦大家给我一点时间咏唱，谢谢大家配合。已经瞧好要让我先唱了。有有，刚刚四天王有讲话，我们等木工咏唱完。好啦，各位，这一次的公车活动宣告成功。感谢大家有参与的朋友啦，有去拍照的，或是有去追公车的，反正呢就是有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的，恭喜各位啊！也没办法，也没办法，人人有奖，不过就是大家参与了这个活动，很开心。好啦，今天算是对各位相当重要的一站，是不是？奇怪嘞，只有你们重要吗？我也很重要啊！啊，为什么感觉好像比较有你们的事情？曾经以为2023就最后了，2024不会再下班了。拒绝几次的提问却断不了，百折不挠，我又点头了。有人问我下班台是哪里好，我凭良心说锅也不知道。规则是啥也根本都不重要，先送一管后你就会明了。是自主的订阅也好，是收到的订阅也好。然而这一切都没很重要，如果能别赠礼订阅最好，是新来的观众也好，是本来就在看的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能不能法国我这次就好。虽然时间总是匆匆的向前跑，虽然一小时依然到不了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但现在我们有纪念球了。已经有纪念球了吗？好啦，我要开血条啦，各位，来，请出发，各位。地忘断胜败下狂言，力其无惧战士先。第一百战，以女入史列书卷，古今盛衰宁问天，与诸君共聚一堂，三生有幸。Mankind received a grim reminder。第一百战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这个在倒数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其实这样子蛮好笑，他还在后面倒数哦。还没数完，好夸张。
剩27拜，化祭百拜达成。祈祷时间1分20秒，下次重生时间明日上午10:14:11，请诸君待命收到吧，收到。享受这百拜欢庆时刻吧，要去订马尔蒂夫机票也行，打拳时可开直播，可能会遇到看现场的羊群。哇，今天好完整哦。百拜动图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这个是沙小啦，这也太嘲讽了吧，到底是怎样，有够阳春的耶。还有一张图哦，啊，我看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还在比中指吗？还是这个羊在比中指？是不是？这边放四天王就满了呀，四天王有几个？五个还六个人？是不是啊？ Round 27正式宣告失败，历史总战绩0-100。哦，对，要跟大家报告一下目标，你们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？这边要括号完成，今天8月20号月息100拜，然后我们后面还有一些要做的事情，反正就这样。我不知道八月会开几场，不过我们会开到9月1号结算，好不好？先跟各位讲一下，我们会开到9月1号结算。那我们12个小时后见，拜拜。